新春时节，欢迎大众前往中正纪念堂欣赏跨界灯艺展。手绘名家灯笼，传递浓浓的节庆氛围。期许在这虽有所限制，但独特的迎宾空间里，促成不同媒材间的艺术结合，给民众与往年截然不同的沉浸式体验。跨越艺术，结合精彩，绽放新春之起。让光的样貌串联不同领域的艺术创作，包括传统名家手绘灯笼，气质知性的花艺，纹路精致的织物，匠心独具的纸艺，呈现更多元化的演绎，打造专属中正纪念堂的新春迎宾空间。没有固定形体的光线，如同鸟类飞行时展开的羽翼般，徜徉花雨里，蔓延丝布中，以光影勾勒出传统名家手绘灯笼的情境，虚实之间彼此交融，借由光、由点到面的穿透性，表现出丝布的轻薄剔透，同时也映照出花语的浪漫细腻，为大众提供一个兼具美感与创新的艺术空间。透过圆形灯笼、精致织品与纸艺、拟真花艺及律动灯光，带出动感。方形灯笼与金属架上缀满花艺，再加上飞鸟折纸，营造出鸟语花香的氛围，呈现静谧美感，让大众能够拍下刹那感动，化为永恒的美好记忆。时方新闻记者赖依荣台北采访报道。